想去上学。不上幼儿园？为什么？难道是幼儿园学习压力太大了？难道是学校伙食太差了？难道是在学校碰到恶霸了？肯定是。金刚断盘腿在此。我惨烈，我找。跟我表演了，铁头功。妹妹，要是有人欺负你，就告诉哥。在看电视剧吗？看来不是被欺负，那他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？根据我的经验，孩子不想上学多半是作业没写完。行动。妹妹，要不要哥教你写作业呀？我写作业可是出了名的快。确实快，就是没一个对的。我的作业早就写完了。也不是因为作业，那肯定是因为学校伙食不好。分头行动。我们决定以后天天给你送饭，再也不用担心学校伙食不好了。到底是为什么？